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5月21号要举办美丽生活节的所在士根庄的稻田。那你知道我们美丽生活节的美丽的舞台会在哪里呢？请看，就在大家眼前的这一块稻田里面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稻田呢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可是在两个多星期后呢，也就是5月21号和20号那两天，这里将会是一片的黄金稻浪。我们从这个土地的黄泥色开始呢，看着这个翠绿的稻田慢慢的长出来，然后呢在5月21号和20号当天呢，大家看到了就长了这个稻穗的这个情况。我们的舞台呢就会架设在中间，我们的歌手和表演团体呢就会在这里呢和我们土地来一场对话，而且呢我们会在这边呢一起来吃晚餐。那我想大家可以闻着稻香来体验真正的美丽，真正士根庄的美丽，同时也体验我们的美丽其实就在我们左右。所以不要忘记了在5月21号来到士根庄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寻找美丽生活，一起来发现美丽，然后呢一起把美丽拥抱在我们的左右。记得我们21号见了。Oh, oh, oh, oh. Yeah.